苗栗头份施工所去年争取到前瞻基础建设计划，用来提升市企业投入品质。现在市贷2700万元，用来增建市企市强度两片的银行托。现时基金本身的头份工业集团，接下来另外一站头份铁皮工业，都在合作销人工岛的素材。现在业绩都又经过预言市场，现在出测期，公所就 TPI 季度会议机密去参加协调会，同公所。雷大合雷沟通，按你施工将古味道使用同民众的利片。一片喺条款市次强路六合国小学校面前嘅银行托，做得看呢度停车嘅价格就当银行托损伤，是唔过银行托出 Q 嘅，含半边浪弹花盆嘅当等，另外高咗三多太路巷，实在危险。不过来看张做好的自强路工业企业街，品质就比市企好加一多，市民就当期待市企业街做得实实做好来。如果人行道它是比较好走的话，我们还是会愿意去消费的。头份市长罗谢主讲，接下来银行托爱做人口卡多的铁皮工业，都六合国小业街，现在也1.5公里的路段，主要市场、医院同店的，很多也给人卡多。工厂开始做以后，市民一定会输影响。工作组呼吁民众做得来施工协调会参详，安样的民众的需求同使用密法，将做得两片足够的多。就像俺那个店家，像西茶的啦吼，佮二有个样的斜坡道，啊，迄符合俺那个政府的规范的吼，俺那条片吼，工作要不清理好了解决俺那个乡亲的问题，所以呢吼，对亚大比吼，也老俺那个所有的乡亲吼来呼吁吼，配合俺那个政府的政策吼，俺那个乡亲吼推一小步的吼，俺那个头份施工所哎反紧吼做进步吼一大步。头份施工所讲，工厂除了爱改善银行拖行有。绿化向去改善银行托嘅铁片同无障碍嘅设施，希望做得延续铁器嘅条款工业企业界嘅品质。本市企投入两片较强，同时要加油一百嘅工厂同 Q 嘅压实干嘅问题，要来铺新嘅面路，还有赛着无用嘅天线墩变天墙，改善此强路两片嘅居民嘅生活品质。下个新闻总司命，苗栗报道。